当的，饮酒。袂瘾饮啦，你无想饮酒，先烫一领，恁爸无胃口通饮。就是安怎，要挑个伊创起来袂啊？伊都敢那穿一领尔，烫也都无啊，啊无即嘛是要爱心献拜。恁爸拄只敬伊，伊竟然搞气嫌，无法面子。那呢，我即马就先叫伊烫好，大家看。叫你忍就忍嘛，爱听多当的话啊。先叫你一开始就这样白吧。对啦，因你唔听到无？因为，对哦，安尼唔只对哦，是吗？同志啊，这下年糕安尼嘛算一领啊，算你去啊。那呢，等下哦，你有啥物破链手指，还是啥物假死，我拢给你算一领，安尼用了没有？对啦对啦，大家先来饮一杯，暖身一下。来，好大哦，来，饮酒啦。来，我饮第一嘴，你刷咧饮第二嘴。恁爸有加持过酒，饮落了，让你福气满满。手这佛珠哦，根本就免挂。来，啊，你来吃个挂佛珠哦。哇，你安尼母啊，大家哪有法多心识个个啊？我拄只袂记摕掉，我即马出去一下。哎，佛珠就佛珠啊，你惊啥啦？阮遮人哦，无咧惊失佛啦，都敢若惊散价贵。哈哈哈！哈，今仔在座每一尊拢是新佛啊，尤其委员，你即阵两成徛在遮，无倒一只贵敢我来。无啦，我等下就转来啊哈。等下。拄则敢无人甲你讲，入来这间包厢，代志还袂讲完，谁拢袂当离开啦。家内会当入来，不准出去。无啦，我只是想讲，你是谁？叫你饮一杯酒，安尼孤孤僻僻，无你是来乱的哦，唔知影轻重。有啷个？一定安尼破坏气氛吗？大家拢坐了好好欢喜的。现在被挡住卡了。哎，我输我输，坐啦坐啦。毒棍啊，哎，都看头尔啦，碰碰水鸡还吃不饱，所以想要赶紧啊，建立伊个威严啦。你讲啥是碰碰水鸡啊？来来，李腾，你替我烫给大家看，来。我唔敢，我唔敢。你袂用烫啥？你袂替李腾，来。过来，快走！我们一个算老爷，你啊呢？东俊啊，莫小管一下。哎呦，你想要那算老爷，那来算啊？你看气氛一下都嗨起来啊！过来，到底是想要走倒去啊？起来啦！晴天，晴天在底家。子涵啊，你抓一下是要送啥？哦，我直接讲你今仔日底家在巧代志，我是你助理呢，那会当无伫你的身躯边，甲你斗啥讲啊？我不是甲你讲过，
一拖你免对啊，紧转去啊！小等下，我拄则毋是讲礼拜，拢爱到最后袂当出去，即阵你不准出。即摆叫人伊礼拜啊，嘛是咱家己人，我伊参加才袂小老秘密。慢等下，拄则，那呢我这助理哦，就先敬各位等下一杯，吃多几口。水耶水水水！哎，同学，你这助理看得袂歹哦。今日这托是一个人配一个小姐，安尼拄拄啊好。你是做这臭什么花啦？哎，不要紧啦，六个配五个嘛是会用的啦。无，那位啦，我那位跳甜酒。你讲迄个哦，伊咧上届袂配合的，啊配你这少年大助理，拄好啦，伊菜鸟啊是在想的，配伊配伊。啊，你伫遮创啥？我就想讲，你探听一个消息啦。伊伫咧隔壁包厢，你等下出去找伊。你是在做啥？啊！娘妈是助理，不是当的，你有破阿酒哦？哎，你即马是咧去人阮治安的勘察报告是无？你有啥物身份啊？你有啥物资格通我选择？这妹啊，那咕咕哔哔，佮嫌东嫌西，不 OK 啦！我看到伊就袂爽，出去！哎，治安啊，卖插鼻啊，换一个就好。对，唔免啦。伊老店家，咪糟蹋大家欢喜的心情。出去！对啦，这查某规暗天乌白乱破坏气氛，非得咱即马啥物拢也袂讲啊，规气叫伊出去好啊！你这查某真正有够低落的呢，多当的，以后莫阁找这个小姐啦，走啦！出去！紧出去啦！替我解围，那无我就惨啊！晴天，你在伫遮？我拄则加做是传播妹，伫隔壁包厢。原本想要探听一寡消息，差一点互人发现，我甲在志汉有。原来因对只讲的咩是你啊？你那个大主大爷做啥物代志？我不是跟你讲，我来处理你。是的啦。无代志啊，无代志啊，他心就好啊。子涵已经入去后更确定期啊，因所做歹代志，咱都会让抓着。我手头过一个土地有够大啦，咱就用这200亿来买这地，用来发光电材。我就知影，伊甲这钱摕去做袂健康的代志。不怪哦，有这么侪文职官，还讲啥物计划，拢无人咧执行。原来就是有人把钱摕走，啊，摕民众的纳税钱，啊去家己投资，伊真正有够失德呢。咱这地当发展的时阵，咱家店没有政府，也是大企业，你介绍拢有在咱华。拜拜。一只有130倍，是讲可能还阁无啥够，还阁有啥物办法应该谈一寡？办法一定有诶啦，规日诶地啊，先饲好，啊等你利用啦。到时阵啊，不管是恁讲诶几斤皮啊，最后咱着变更地脉，再阁用10倍介绍去买出去。来着，真正是全部啊，利用甲交换啊。
你讲的都对啊，我嘛是安尼想。所以英雄所见略同嘞，对不对？等，什么林总呀？爱画棍呐，叫恁边仔妹妹哦来画棍，苏威那边烫一领。哦，嘿嘿，妈咪，我今仔日要甲伊交流。你哪能干安尼啦？徐明啊，规身骨拢是臭酒味，还有芳水味，你高中是甲你带去倒位？我想到啦，哪能干安尼？来，嗯，先面一包蜂蜜水。嗯，多谢妈咪。哦。好佳哉！我跟我妈咪这避风港会当收留我。啊，我这毛又转去哦，姑姑妈咪绝对就袂爽出手机。然后伊就会甲高中阁冤家。哦，no， 安尼我真正是嘴头好子。卖讲你姑姑妈咪，我看你林家呢，我嘛就生气。你明明知影酒唔是啥物好物件，啥怎互家己林家呢？你糟蹋家己的身体，就是咧害我伤心，你知影无？你有听到无？饮酒应酬拄啊好就好啊，咱就需要饮咖呢。你敢不知你隔日当起床，因为醉鬼眠头还阁足痛的。安尼，让爹你甲妈咪安尼烦恼，有看赢无？我就无饮袂使啊！你敢知影？今仔日九九会馆是恶魔党的高峰会呢，而且我真无简单，才找到机会当参加呢。结果呢？有赚到罗家无？罗家峰，你好似啉酒醉啊！你无关心咪，干咱要紧，你问代志。我哪无甲关心？志翰，身体阁有多余无爽快无？要先去体检无？妈咪，你别烦恼，我无代志。而且花的代志哦，就是爱赶紧分享才对啊！啊，若无就无采我今仔归案咯，甲迄款妖魔鬼怪伫遐咧盘乱。对，我一定要跟你讲，你保存好的日月星大型投资案哦，已经通过了，而且政府那两千亿的观光补助也已经拨落来。结果，阮股长煞决定哦，要先把那200亿的签约金先甩去光电那边，啊，因五个人哦，讲要做伙做啥物，光电的产桥啊，你讲这是咩五鬼搬运？怪陈东俊万一替瞒掉阮秘书啊！因怕是要利用政府的钱来周转，借光电来赚一笔钱。啊，结果呢？有讲到光电投资要怎操作无？你是好阿伯，志翰就已经饮酒醉啊！你安尼问伊，是要安怎回答你？你哪就需要那大惊小怪啊？志翰已经不是囡仔呢，伊有能力会当分辨是非。伊做代志是有站站的啦，伊若是有站站，奈何家己顶家呢？刚刚为着要报仇，今仔互人带跑，你嘛无要无紧。我哪有可能无要无紧？拄则你嘛有听到啊？陈东俊头一次带去这种局，这表示啥？伊决心要甲康成啊，让伊了解近段是啥物款的状况。找到伊陈东兴边仔间两个人的弱点。就是留在单家的目的。我感觉你只是个志翰动作是你的工具人尔，因为你自己无法度接近单家的爸仔，你唔知影伊的计划，就安尼利用志翰。罗家峰，卡苏烈人生敢若存报仇呀？哪来你这样去？卖拖累着我的好心，总有一天你会把伊害死的。你还知影一件代志？这就是身为阮罗家的人，必须付出的代价。所以，就算为着要报仇，还志翰袂死去啊，你嘛袂后悔。对我今嘛一个啥物拢无的人，我有资格讲啥物后悔？等我知影我要伫个迄个甘心甘愿身躯边做代志的时阵，我就把我的自尊都断掉啊！